Republic of China. 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谭思欣的自由操。谭思欣。前手翻，前空翻720度。屈顶后空翻2周。140，前值360。后值900，结束。中国选手谭思欣这一套自由操完成的相当的漂亮，可以说是他这次的比赛资格赛全能比到这次表演的最好的一套自由操。And that's why she won the gold medal on the balance beam today. Now she's also won the silver medal. 对刚才的表现，教练荷花也是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在此前的女子平衡木比赛中，谭思欣已经拿到了一枚金牌。我们看到这次她的每一串技巧串落地都非常的稳，而且跳步的规格质量也相当的高。难度分5.5，完成分9.02，得到了14.525分。中国选手谭思欣是获得了这次女子自由操的金牌。获得亚军的是罗马尼亚选手波利马尔，俄罗斯的科莫娃是获得了第三名。